给吕振儒，外线的三分球被吕振儒投进了。哇，这是完全是对整个富邦的防守来讲是非常的伤。那这一波已经几乎已经守到了24秒，没想到还是被吕振儒这一波的三分给投进了篮筐。李恩背筐转身要单打出手，巨这个球被塞勒给封下来，裁判没有吹犯规，撞到一座墙，结果奥斯汀把这个球给扣进去了，而且哇，在这一次的底线战术执行真的是非常的成功啊！张宗宪在弧顶一对一，张宗宪拉杆上了，哇哦，大车轮，喷射机起飞，哇哦，一个大车轮的拉杆上来，也是变速的加速，面对到协防的周伯成。